和狗狗一起洗澡，以及其他让我快乐的事情。今天我真想念你的笑容，小甜豆。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小狗狗。小狗狗回答说：“洗个澡。”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一个在数年轮的老爷爷。老爷爷回答说”数数。：“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”小朋友问小兔子。小兔子回答说：“到处跑。”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一条蛇。蛇回答说。鞋子，咦，可是蛇没有脚啊，这可能是条毛毛虫。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一位阿姨，阿姨回答说：“玩我的头发。”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小鼹鼠，小鼹鼠回答说：“挖洞。”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一位坐在长椅上的叔叔。叔叔说：“条纹。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蝙蝠。小蝙蝠回答说：“倒挂着睡觉。”什么能让你快乐呢？小朋友问月亮。月亮说。微笑，小甜豆，你在微笑呢？你找到让你快乐的事情了吗？是的，让我快乐的事情有：拿我弟弟的痒痒，跳绳，烤笑脸饼干，骑我的自行车，一次嚼一粒豌豆，许愿，熬夜。在鸡蛋上画画，做鬼脸，在水下屏住呼吸，把手指木偶套在我的脚趾上，唱歌，吸溜吸溜地吃意大利面，看我的倒影，和我的影子一起跳舞，玩装扮游戏，坐在我爸爸的椅子里，吹泡泡，和祖母一起喝茶，打鼓。假装我是个怪物，在晚上游泳，把冰淇淋上的糖果舔掉。还有，当我和狗狗一起洗澡的时候，我也会很快乐。妈妈，你在微笑，你现在一定也很快乐。讲完啦。